家好，我是雷道。Yeah， 今天又是一个 daily vlog 第二天了啦。然后谁不谁呢？今天就给我们直接拉出来拍东西。我老阿时间很紧啊，比我底裤还要紧啊！现在，所以现在呢，才刚刚过一个半个小时，我们等多一个时间呢，看到你们的投票 A、B、C 决定是哪一个，我接下去拍了啊，讲到做到了。你是什么时候结算？一两个小时过后啊。如果之后 C 多过 A， 也没有办法、啊。也没有屌了，来不及了啊！我 daily vlog 你要等到晚上来拍咩？是不是？你们要快点留言。啊、你们那一个钟内快点留言，我就看到你们的评论，我快点拍你们选择我的生活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动力？我要选择动力。有动力就是一根屌啊！来啦，现在我们先去吃东西，再来切啦。反正我的 A B C 也是以 vlog 的方式来拍，真的。我就降调器啊。OK 啦，现在我刚刚看了有一段时间了啦，所有观众啊投票，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呢 ，A 呢是有7票。B 是有4票 ，C 是有9票，所以我是很感动，没想到我的观众朋友们将会为我着想，让我悄悄的拍个 vlog。OK 啦，我今天就秀给你们看啦啊！哎，他不想要摄影师被这画个逼了，人也是可以抽来用的嘛，是不是？那钱就不用我出。既然你们对我这样好，会帮我选择让我这样秀的一天，所以我还是一样会对回你们一样好了。唯一一样拍30天给你看的，我尽量尽力啦哈。还有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啊，原本以为我今天很秀的拍哦，是可以很开心的，就这条沙盖你们看啊，沙盖给我按那个 dislike， 你下次想这样啊？你下次不想做哈、啊？喂，现在人真的是啊。没有兴趣看的是放给他跑，不过也好了，至少有 view 了哦。你呢？我现在只放着跑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然后按一下 OK。OK， 所以你们就继续看得下去，看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会给你们做什么选择？吃的方面我们也不用排那么多啊。如果吃跟吞没有什么好看，是不是啊？我又不是 Yuki， 那学 Yuki 这样呗。喂，还挺有那个啥两万啊，来住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了。看你有多久吃完了，挑战一秒吃牛面。哎，有味道。有一个人每次拿我 cam 的时候就爱做鬼做怪了。还有一句，哇，你好字。是不是两位新人？你们把这个东西来对啊，来去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我都给你们讲了啦，每次拍摄一定来要 strumo， 你看，你进来要写的吗？是啊，进来要写的吗？会啊，不会哦。你进来要写的吗？是能写的哦。对，我忘记给你们介绍这个女的，她想给我们永久合作，我们听这些呢哦。她的频道叫什么？一米爱歪。所以你们就订阅订阅哈，她每次找我拍那种沙沙的影片。你做每次来 strumo？ 因为 strumo 是我们第二个家，你忘记了。你忘记我和苏川是我们第二个姐，我真来到很险嘞！我跟你们打赌，你们在下面留言，猜看我这个 daily vlog， 我们一个月我们到底会来苏川多少次？我跟你讲，打底啊，可能一个礼拜都去到完了。哦，31天出啊！如果讲我们不出那几天，我跟你讲，打底应该都有10天、15天了。Yuki 是这样的人，看到没有？他那个四 K 机，哇，很重哎！拿到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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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更重了！奖你拿看，哇！男人的世界就是这样幼稚的。要怎么讲这句话？男人的内心永远都是幼稚的。男人的快乐就这么简单，是哦。我真不好讲好啊，真的。拍完影片了过后呢，他们得空的时间都来做什么？拍 TikTok。你是要找我们拍这种怪怪的东西？嗯，姐那个，这里也会傻的，你是找我们拍这种东西？我觉得。
感觉还好，也瘦瘦的。我期待跳脱衣舞那一天。看到完了，我们就做。妈了，三宅了，变态了。你们要跟尤玉做工啊，还有市长你们身材一些呢。女生如果要帮尤玉剪片的话，你们好好考虑一下，不是考虑工钱，是考虑你们身体，懂吗？所以呢，我们除了做 YouTube， 我们还是要混一下 TikTok 啊，你们就自己支持一下啦。然后我们这三个还会 update 啊，没有读书啊。然后这个呢是完全不会 update 啊，只会 update all defense 吧。OK， 所以你们自己想啦哦。看一个年轻的跟一个老昂哥跳舞的差别吗？跳一次，年轻的小凤。啊，会有来到你老人家的。胖胖的男胖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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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胖很旧的地方，这里耶已经慢慢变成我们拍摄的地方了。他们现在全部准备要拍东西，哎，不要理他们了，他们拍什么他们的事情啊。我叫旧，现在你们选的主题是旧吗？旧，给你们看 YouTuber 的鞋。啊，林董是穿这个 Nike， 摄影师是穿不同牌子的，然后 Yuki 是穿 Nike Black， 然后艾薇是穿什么 Black？你有看到我最喜欢的一个动物？我里面至少可以想要玩餐厅。你可以看我对面那两个。来，就一起来，一二三。你看我们像吗？一二三。我跟你讲，男人的世界。不是很复杂，只是很幼稚啊。哇，终于啊，从天亮拍到天都要黑了。然后刚刚我们从几点啊？差不多四点多，现在拍到已经差不多七点了。真的，拍到这么 content， 这到现在。没有呢。累哦，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去哪里去好了。等一下拍完他们的惩罚，然后接下去应该是秋秋拍的东西，是时候呢就要回到 A B C 的时候了。好啦，现在去看一下我们去哪里去，我再拍点给你们看的，因为我电池很像要没有电了。啊，下一站见了。我也是很累啊，今天拍一整天，要休息一下。哇哇哇，真的很难得了哇！巴沙马浪，哦耶！平时每次走 shopping， 今天来逛巴沙马浪，哇，真的是秀啊！不吹冷气，秀！乱剪啊，鸡蛋糕！然后现在呢？鸡蛋糕，妈的，是被蛇虫子害我难剪的要死！妈的，掉巴沙马浪画面没有嘞！你自己同我扎沙马同你讲啊，你冇搞搞笑啊，你喺边知得够你死啊你！我先交出嚟，你带我做巴沙马啦。啊，因为领导要来了。啊，是我要来了呗，再讲，再讲出来嘞。还讲是你要带我们来的嘞，可以吗？ Okay. 你是大哥，抽两个，抽两个。啊，做你要带我来做巴沙马啦。因为很久没有来巴沙马啦，想要来带你们来秀一下。哦。毕竟你的 content 就是要秀嘛。是哦。所以来巴沙马之后够秀啊。你们不有没有看到 Yuki 的留言来哪写不嘛？他选 C， 又要选 C 卡。这种死寒虫，这种压力，你要你死呀你！哟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发现到没？没有，我没有看到。这种人啊，有眼睛戴啊，多一个眼，一副眼睛什么都没看到啊。他还比。好啦，我们要走走秋秋看一下，给你们看这巴沙马那么人，还是一样多人啊。招财金宝。哎，本人看过来。本人，哎，本人看过来。萨瓦迪卡纳。呀、yeah, ，人家走完了不怕上班了，来到这边呢。如果是 JB 的欣赏的都知道，我曾经也是有拍过，一定要来这间嘉宾妈妈档。看一个在吃 Maggie， 一个在吃他招牌拿西罗曼，然后一个也是吃他招牌落地锅送，没办法了，生病就迁就一下吃下落地锅送了。我看今天秋秋的时候呢，也差不多要一天了，我先撤先。好嘞，现在我们呢就已经吃饱了。刚刚还钱的时候呢，就搞顺便看到我皮包里面剩下一个11块。如果想到一个 ABC 的玩法了，我们来个整数了，10块就好了。10块钱，明天我要讲过生活呢。A， 来做慈善做善事。B，
来挑战吃三餐啊，这有点狗屁丢屁了，可是认识不用理他了 ，OK。C， 买材料在10块以内，回家煮一餐给妈妈吃 ，OK。所以就等你们的 A、B、C 一样的，只要在一两个小时以内啦。不过一个小时以内比较好啦，因为有时间拍嘛。在一个小时内，我选出你们最多答案，我明天拍什么就看你们来选择了。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